老板要一个奶油小蛋糕。好啊。先撒一层油，倒上酱汁。老板，这个酱是什么做的呀？好好奇。鸡蛋做的。哦，鸡蛋做的。这个要烤多久？你快点，烤它酱。翻个面。它要不停翻面是吗？不用，自己，我们是自己感觉。因为我做了20多年，快30年了，有感觉。都有经验了。那肯定的。一点点留心啊。嗯。出锅了。来。多少钱呀，老板？10块钱。好嘞。现在要几个？2个够吗？够啦。好。童年回忆流心小蛋糕，现在吃还是那么好吃。